讲俗语，碎俗语，俗语碎不尽。今天这要讲的俗语是“欠钱万借主，不孝万父母”。意思是欠别人的钱，当借主来得讨的时，就会怪借主讲无通人情。啊，那不孝的人呢，日子就歹过，对万父母。这是不论做人，不要反省，干那也要推卸责任。啊，那是讲欠人钱，有的借主无通晓参详。每日有一个查甫人，甲朋友借40万块，无拍算要还伊，好借主押走了，关伫货柜内底，规工拢无提物件好食。伊救因的通知厝内人提钱放人，结果警方伫嫌犯提钞款的时掠人。啊，讲着不孝，家己有一个姓王的查甫人，伊的工作无稳定，捌用擘大来讲因老母。后来因为呢囡仔管教问题，又搁去冤家，一个生气到底啊，伫厝内开枪拍因老母，这唔然五个不孝，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今日这个俗语是欠钱万借主，不孝万父母。